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17期的节目。我们将给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和环球怪物联名的作品——科学怪人弗兰肯。科学怪人的话，我其实并不是看电影认识，我是小时候玩 Konami 的《恶魔城》这个游戏知道的。它是第四关的 BOSS 啊，那它是一个组合怪啊，有很多人的尸体去拼装起来的。那么这一次的包装盒呢也是非常的漂亮，还是用一个录影带的形式。录影带可能很多朋友们，年轻朋友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录影带了啊，这样子拖出来，然后这个胶卷的话呢会从这边啊直接这样卷过来。如果你想要往回看呢，你要有一个倒带机啊，再把它卷过来卷过去啊。所以它并不能够像现在的这种 CD 啊什么的，是直接去读取到你要的资料的，必须按照顺序来做一个带动。OK， 这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啊，真的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包装盒也很漂亮啊，但是这个抓奶龙抓手是让我觉得说，为什么是做出这个手势呢？但实际上，玩具的话呢，它还真的是抓奶龙抓手啊，待会各位就会知道了啊。那么它的一个载具的话是一个坦克的形象，而先前的话呢，它其实是使用了这个是围城沃夫赛博车的撞针这个虹膜呢去做一个开发的，基本上大同小异啊，大部分的零件造型都是一样的。这一次最大的不同的话呢是这个主炮的造型，这个的话呢有一个类似于是它的一个身上这个一个科学实验室那种东西啊。那它的一个前方是一个球状物，而且最特别就是它多了这个特效件，这个特效件非常的酷炫啊，就这样装上去就有一个发射非常强力的，不知道是脉冲波还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看上去都很酷炫的，很有威力的感觉。而先前的这款撞针的话呢，则是附带了多一把小枪。小枪的话呢，是这一次的科学怪人所没有附带的。那你可能会好奇，这个能不能够特效件啊，能不能够装到撞针的头上呢？啊，基本上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形状是不同的啊，这样扣那个形状基本上不同，就不勉强你装上去了啊。我想应该是。科学怪人的配色应该会更加的好看哦。撞针的话配色比较单调，不过撞针有很多的版本，它还有这个网飞配色版，还有一个三人包的组合版之类的啊。那么你看也看到科学怪人的身上的点缀分色明显比较多，尤其是侧边有一个大大的狂派的标志在这里，还有上方这个地方。那正面来看的话呢，由于它的一个绿色啊，还有分成翠绿色跟浅绿色啊，我这样形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侧边这个部分它也是上了银漆，撞针反而是原色版本反而没有，而且在 Wolf Cybertron 的时代的话呢，也是不明所以的这个旧化脏污的涂装啊。那前方的钩子一样都是银色的涂装啊。Anyway， 就各方面来说吧啊，如果说你不是对角色有情怀，你两个角色你通通都不认识的话，要我推荐你买一个，我真的会推荐各位你就直接入这一款科学怪人弗兰肯，可能会比较觉得帅气一点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具本身，它作为一个坦克啊，它是个炮台是可以转动的啊，然后这个炮本身也是可以上下动，那上方的话呢是四个这个轮子，那有一定的推动性啊，但是就你要他推着他自己跑可能是比较困难。那关节紧实度的话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啊，可以说就各方面来说吧是一款非常非常不错的商品啊。而有一点小意外的是呢，我在网络上看一下，这款玩具应该是2024年的1月份才会发行，但是台湾的话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在这个月的话呢就突然出现了。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款科学怪人的变形过程啊，特效件取下啊，再来的话呢，以坦克的前方这个地方给打开，侧边这个灰色的脚趾斜方向推上去，它里头有一个凸在这里啊，我们斜方向推上去，然后侧边这里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卡槽卡进去的，所以你要稍微的往旁边侧边扭一下啊，错位错开来，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啊，错位错开来，这样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脚掌的话呢。把它给推进去，推进去的时候呢是这个推到底到这边啊，它是一个形状啊，各位记得把它给卡进去，这里这样子，这边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推过来到这边。好，那这个腿的话呢基本上到这里就变形完成了，然后身体上半部到这边把它卡进去啊。这一款的关节的话我真的觉得它比围城的那个撞针还要再更紧一点，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
有脚的机器人啊，当然机器人当然是有脚的了啊。那下方手臂的话是从这里上面这个挑开，上面这个挑开，然后呢胳膊从下面往上，往上转出来，这里推出来，好放下来，这里一样推出来，往下放下来，然后呢这个胸口盖下去啊，这个部件往侧边翻，后面推开，头要抠出来，第一次抠的时候很紧啊。好，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提过这个手非常让人耐人寻味的一个手啊，正常我们胳膊不是这样弯吗，他的手还真的是这样。 OK， 何慧那个抓奶龙抓手还真的是，我本来以为吧，你可能是拳头可以转，但是你拳头做成不能转，所以他真的就只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是比较奇怪，真的是，对不对？就是很，哎呀，这个真的是就是很奇怪。反正好吧，那就当做你就是好吧，你就可能是你这个人物就真的是这样子吧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就变成说它是变成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啊。你这个武器你怎么个拿法？你这怎么拿都是很奇怪啊。然后你可能要拿来侧边还是什么，变成勾棍了吗还是什么，反正就一整个觉得这个手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败笔。那这个特效件一样是装上去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就把它装在侧边是比较稳一点，比较稳一点，就变成有点类似于是 Megatron 的大炮了是吧，这样子。 OK， 这个武器扣这样子啊，或者的话也有说是扣在侧边的，扣在侧边的话它就变成说有点类似于是这个，毕竟科学怪人嘛，它是一个身上有带着什么电力啊之类的，但是扣在侧边也有点奇怪，所以我有时候想说把它扣在后面，但是扣在后面就是扣得不稳啊，这个就是一个好像靠着什么燃油还是什么能量在燃烧的那种机械人吧啊，就瞬间有点蒸汽朋克的感觉还是怎么样，好吧。那反正这个武器呢就比较可惜啊，我就你扣在后面的话呢也不是不行啦、啊、好吧，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对比一下原本的撞针，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手对不对，就是一个，但是其他部分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好了，这个也不用比较细节了，因为毕竟是不同人物，这个眼睛是血红色，而且它是一个有一点哀怨的眼神，对吧，眼角是下垂的。 OK， 在不同的打光的话呢还能够有一点点不同的表情啊。这个面雕我要给很高的分数，非常非常好，而且还有点伤，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缝合的一个伤痕在这里，所以它是不对称的啊。那上方的这个炮的话呢，这个时候这个狂派标志是隐藏到下方去，那胸口的话这里又多层了分色，还有一个狂派的标志在这里，那胸口的话呢有一个银漆这个散热片的一个点缀，这个胸口的这个造型的零件跟撞针就是不一样。好，那其他的话就是在就是手臂啦，这个手就不能转动，太可惜了，腰身是可以转动的啊，腰是在上方这里转，脚前后这个关节其实都还蛮紧实的哦。 OK， 算是可以推荐的一个相当不赖的一个联名作品，甚至你不当它是联名作品吧，你也会觉得这个玩具其实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就坦克，因为撞针这个模具本身就挺好的啊，从坦克啊人形各方面来说啊，甚至这一次的做工也很好啊，这个关节也很紧实，配色也不错啊。那这个特效件真的也很棒，总的来说是非常推荐的作品啊。那 OK， 就提早就上市了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